大家好，我是大野猪，一起来看看野猪最新收集的资讯吧。各位兄弟姐妹心心念念的 3.1 版本前瞻直播的预告终于来了，野猪我收到消息以后也是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了。此次 3.1 前瞻直播时间为9月16号晚上8点钟开启，那 3.1 会登场的新角色已经确定了，是坎蒂斯、塞诺和尼禄。至于复刻角色的话，按照复刻间隔时间和现在的网传消息，这几位都有可能，不知道大家希望复刻哪一位呢？请打在弹幕上面。这里先送大家一波欧气，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想要的角色，投币的朋友角色武器全带走，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欧气满满。本次特别节目的主持人还是大伟哥和开发组的同学，直播时间一般是晚上8点到8点40，届时会送出300原石兑换码，大家可以关注野猪，我老粉都是知道的，我会第一时间把兑换码发在动态，让每位朋友都能拿到，并且还会带来几分钟的总结视频和整个版本的原石计算。在直播中应该还会提到周年庆的福利，签到送10抽加首充双倍重置肯定是跑不了的，去年还送了1600原石加限定风之翼，那么今年应该也是有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此次 3.1 前瞻的标题，赤土之王与三朝圣者，再加上宣传图上的沙漠遗迹，所以 3.1 版本肯定是要开放须弥的沙漠地区了，届时我们将可以探索沙漠的遗迹，哇、哦，还有各种新的怪物，剩下的草神童也将继续开放，说不定还有新的沙漠书，总之让人期待。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关注野猪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还有各种资讯。